这趟旅程要从几天前说起。某天晚上，我说：“哎，我想去露营。”于是这个招募令就在群组里开始发酵。很快的，我就敲出时间，订了装备，叫其他人调度车辆，然后疯狂的旅程就此展开。放下了。你可能会想说，一开始的画面怎么就在车上啊？再拍一次那个空白。因为我正在规划整趟旅程，根本没时间录啊。不过我原本也没有想到要录啦，哈哈哈。反正呢，我们三台车就一路北上，冲到那个鸟不生蛋的鬼地方。啊？你说三台车？没错，就是三台车。谁叫有人就是爱飙车，所以早就走散了嘛。这段山路而已。最后只好各走各的，前往目的地集合啦。看看我们行李带了多少。这行李量真的吓到我了。我们三台车都是这样塞到紧绷，甚至后座还要抱着行李。但看王成杰这么开心，就让他继续抱着好了。五十三平，而且没下雨，地板都湿的，还有雾气跟青苔太多了。然后路途太无聊，我就开始乱拍了。负责他们上去了吗？睡啦，冲啊！听刚刚那个打滑声，应该就知道爱飙车的是谁了吧？从柏油开到碎石，清晰开到浓雾，明亮的白昼也渐渐消失。终于，我们抵达今晚歇息的营地了。我靠，太屌了！太美了吧！这是到了吧？对，看到了，到了，到了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睡呀，睡睡睡，开始回家。那边东西下那边，你找地方停。毛说他不想开过来。怎样？开过来啊？我们车就停这里吧。还是要移回去啊？后车厢是开的。你后车厢。没错。我本来想说这一层比较靠近溪水，没想到前一天下雨，满是泥泞，开进来根本是一大错误啊！我要好小心。但男人嘛，有什么是玩不起来的？我们的快乐早就埋在 DNA 里，有我们的地方，笑声就不会停。我们是要把车洗干净才回去。不用。哎，不用吗？他没有说要洗啊。你要踩下去了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没差。看，可见蝌蚪被拧光了吧？没有位置哦。车子掉车了，掉车了。掉干妹，才刚进来，刚到点，全部掉车。果然，车子开进来后，就像掉入陷阱似的，动弹不得。
可是我们却玩得不亦乐乎。出事了，出事了！不好意思，有人帮我。哎、欸，我们踩不稳哎、欸。没关系，加油！我们补一点画面。你要往后，我们往后。加油！加油 ！OK OK OK OK。对对对。好好好，好。用力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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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心啊，地板会滑哦。OK。哎。是 ，OK OK。等下这边还有，这里还有，这里还有，还有还有，还没过，还没过，还没过。没有没有没东西，大力踩，大力踩。快点快点！哎，哇干！哇干你娘！爆胶！停住！等一下等一下，太滑了，东西再拿来，东西再拿来。靠背我调住了。谢谢了。好好玩哦！天哪、啊！没有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慢一点，慢一点，慢一点，上不去。快，再玩就不答应了。哎，我们把那整个营地都毁了。啊！看你脸！靠背啊！放心，从那个这里，这里跟摩尔这里，对，不然你前面不好施力啊，你不要玩了，对对对，来来来，这里，好，一二三，有力，过。快！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谢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还有一台啊，不能去世啊！你那台比较还好啦，推不动吧，很重哎、欸。不行不行，他还要拍。你先离开。哈，放我了，就让哥来教教你怎么让车子脱困好了。哎、欸，刘先生，走开，交过去。没错，就是不要过去，没有其他方法了。快喷水哦！我操你们！在这里这个天然盾牌。这边有一个，这边有一个，然后上面有一个，下面有一个，然后下面。
后轮没有意义。来吧，1、2、3，可以啊，我们过来。这里卡住了。对，这里要插板子，那个软的板子。地米左前轮有一个，我看到地上。这个现在凉快翻，那个硬的软的，偏软，干那不行啊。哥刚刚，那是刚救我的，那个是刚救我的。操你妈！洪真杰，你也太浮夸了吧！开一个小水坑，你就叫成这样。我要我医生来改进。我你还没换，我没换啊。那你换，那你不要说，我帮你换到。你后面再一个好不好？对吗？我没换，我没换鞋。我后面在你接的。然后就有一个可怜人，一直叫都没人理他。大哥，哎，大家开玩笑好不好？开玩笑好不好？我大哥没了，你二十岁啊？我发财！开车！我发财！他要进你一个坑啊！好了，你是应该感谢一下许富军，因为只有他注意到你。可妮妮，太衰了吧！自己镜头镜头，还没镜头镜头。我他妈刚在后面，我在这边看，喇叭前轮，干你娘嘞！直接飞到我脸上哎！干我脸上，拜拜！拜拜！没有太衰，一百啊！是实心的，有闪退。手刹车，我要开手刹车，他没拉，白痴哦！最后的车卡住，好笑，人过去点，没看到，水敏，刚好有蝌蚪，都有蝌蚪哎。要换轮胎了耶！哈哈哈哈哈！换一万，刚刚只能变个脸，再踩下去，变个脸。我刚，真的好不好啊？再试再试，再后退一次。来来来，干完了他不来。还好啊，左边比较没有，这边呢，左边比较好。右边看比较深，右边好玩哦！打开最忙了。我绝对不要在这里洗澡。为什么？我要洗澡。为什么？好冷的。好爽啊！那我要早点洗澡，我要早点洗。没有，还要再过来一点吧。这个坑不要了。站吧。你往左边一点啊。那边有点深。我要叫你们再上点。好。你要先过来吧。旁边，稍微旁边。大力踩啊，大力踩啊！左边，过！大力哦！换我的。我们先去洗，前轮后面。先洗手洗脚，然后等一下把桌子搬上去。会变泥巴人了，我已经是泥巴人，你也看到我的衣服。那个。接着我们稍微清理一下自己，就开始卸下行李。左前方那栋房子是方圆百里内唯一的住户，真的很感谢这对老农夫让我们使用厕所跟水，不然我们大概要泡漂白水才能洗得干净的。卸下行李后，经过我们细腻的分工，
大致分为两组，一组是我们的建筑师八部，另一组则是负责打水的。接着我们就分头行动。哇，看他们精湛的搭建技术，想必这三天刮风下雨都不怕垮掉了吧？才怪！为了伸出那个因为车子载不下而被抛弃的食用水，光开车来回就要一个半小时，而且回来的路上还遇到超级大浓雾，真的什么都看不到。可惜没能录下来给大家看看多夸张，毕竟身为安全驾驶的我，怎么能一心多用？当然要专心开车啊！真的有够扯，早知道就烧溪水来喝了。是来让大家看看我们的阿布们是怎么搭帐篷的，怎么会出现晚上下大雨，帐篷就变蓄水池，害我必须跑去车上睡的问题嘞？好吧，看阿布们搭了又拆，拆了又搭，这品质肯定优质啊，我肯定是给个大拇指啊！这是绝对能让我们体验到最原始、最真实的野外求生啊。不过还是很感谢他们帮忙大家搭了一个蓄水池啊，不是，是帐篷才对。小心哦，不要倒太多，慢慢来，慢慢来。接着我们开始升露营最重要的营火。但前一天下雨，根本没有干柴可以捡。于是，我的鬼脑袋告诉我，还有煤油灯用不完的煤油可以烧。中间一点，中间一点。嚯、哦，是升起来了，但煤油烧的真的超级臭。帮我拿。然后我们开始煮晚餐。看这高丽菜谁煮的？看有够好吃。没有睡觉太久了，应该是你煮的。女子球高丽菜。看得出来大家都饿坏了。酱油。酱油的话，附近刚不拿的嘛，是吧？酱油。有的。我也不知道叫什么。干，我也很饿啊。酱油味。我也不知道要煮多久。那个就浸在汤底啊，汤底样啊。哎，是在山上比较容易滚还是？不容易、因为大气压力，对，哇，你是理科精英呢，还有鱼子球，我理科先生呢，理科先生，理科一级。出来玩不免俗的，还是要喝酒吧，当然喝挂是绝对少不了的。
而且肯定是最值得事后回味的。毕竟很多人当下根本就没有这段记忆了。那就让我们看看有多荒唐吧。还要照顾你，还要照顾你们那群酒鬼，妈的！啊，你在这里戴口罩干嘛？不想拿下来啊？干嘛拿口罩？这边不会有疫情啊，这边酒精消毒了啦。学长看在学长，先生你好。你要多少才会到？他把你三叔到那种。一杯冰果。挂了。他只有快挂了吗？我还好，我还好。哎、欸，还有这个，这个也要收，这一定要收。我也还好。我还没睡着。没有人会偷那个啦。哎，我拿会把。偷什么？偷什么？偷蓝牙喇叭。蓝牙喇叭。厉害，没有讲错。蓝牙喇叭。你是不是白痴？弟米，你是不是白痴？是啦。毛一句，毛一句。你是不是白痴？是，是你是白。廖军，廖军，你是不是白痴？没有，林北他妈第一名还干啥？喂浩，蔡依还在啃吐司，很气很气，很气，醒醒啊，很气，啊赞啦，很气很气，他也很气，很气已经失去战斗能力，我还可以，你确定你还要喝？啊你不要起来，不要起来，坐着坐着。我要去煮午餐。哈中午的啊，我要啊你两颗太阳怎么会中午？两颗太阳怎么会中午？两颗太阳，为什么有两颗太阳？因为你是后裔，你射了八颗，还有两颗。对对对，为什么我还有两颗？哎，因为你下面有两颗。好好玩哦！我要去，看你要不要先睡了。二姐，还好吗？太阳，你看太阳，太阳一颗，两颗，两颗太阳，哇，好多太阳啊！二姐，好多太阳。妹妹，几颗太阳？几颗太阳？没有太阳，没有太阳。少尉会痒吗？不会痒啊。学长还醒着吗？大声一点啦！我想死啊！干！去死啊！干！夫君，夫君，说出来了。这样你有什么感受？五加五多少？五加五？你说谁智障啊？你说谁智障？喂浩，你穿什么衣服？哦你还记得哦，北脸北脸。我觉得是对的，我觉得。啊，你喝多少？我六七，我忘记了。没有，我绝对没有醉，我绝对没有醉。弟弟，啊，你不要录我啊！你看到你的脸，你喝多少？没有喝很多吧？这多少？这多少？这多少？二哦，啊，还行的，继续喝，继续喝。那干嘛？好，我去叫毛瑞军。瑞军，瑞军，瑞军。妈，我好久没有喝到吐了。我没有喝过吐哎、欸。我好久没有喝到吐。瑞军，使用水枪，快点水箭龟。你好烂哦！干，我有开车了。我也开车啊。后来累了就去睡觉了，但不是所有人都知道自己是怎么睡着的。尿屁啊！看，吃起来好甜哦。